开始觉得舒服好多。阿娜，你唔好咁感情用事啦，好冇？咩感情用事啫？我似得你咁冷血咩？你根本就唔顾人生死。我咩啊？生仔总算度过咗危险时期噶啦，佢今次能够执翻条命咧，都算系奇迹嚟。唔该晒你。喂，啱度过危险时期咯。